际情报员简单瓦1月13日电，洪森总理于11日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政府正着手草拟反电信犯罪和假新闻法。他说，在欧洲地区的国家和一些民主的国家都正在担心电信犯罪和假新闻的问题，但他们有法律在控制这些问题，柬埔寨必须有这个法律。为应对电信犯罪和假新闻问题，他表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制定法律，我们柬埔寨也有法律，而且现在我们正在草拟另外两个法律草案。另外，洪森总理指令在边境口岸只保留海关和移民局警官，其他单位一律废除。他说，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为了避免在进出口手续中的复杂性，以及降低出口商的费用成本。在我来这里之前已做出了一个决定，以缓解边境口岸商品进出口的问题，并决定在边境口岸只保留移民局和海关警官，其他单位都要废除。简单网编译，简小善简单网柬埔寨华人综合门户网站 APP， 为在柬华人提供资讯以及生活信息平台。